全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我知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这满杯就让你留下来，留下来，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，留下来。嘿，火太好了，凤凰传奇站起来，所有观众真的就是膜拜型的，夸集体起立。我们两个把这首广场舞的歌曲带给你们来，希望你们跳起来唱起来，开心快乐健康的生活着。没错，你看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啊，采访的时候花儿负责说话，对，唱歌的时候对老曾负责讲话。老曾一共我咳嗽就俩字儿，啊，我告诉你，全中国挣钱最容易的歌手曾毅，最幸福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你给我给我个节奏，给个节奏，更其他起更，咚哧的哒，咚哧的哒，咚哧的哒，要要。曾毅，欧耶，俩字儿，欧耶，完事儿。韩豪姐还有一句最经典的，你们说说，欧耶。还有欧耶吗？欧耶歌吗？当然有欧耶歌，月亮之上就是欧耶。月亮之上有欧耶啊，那是欧耶歌。我求求你们俩了，今天让我听一下欧耶在哪儿出现的，好吗？待会儿就有，待会儿就唱着吧，待会儿就有。